双手这样子拉开以后更有，更有一个握力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好，是不是有一点握力？有握力，这里也松对吧？有握力，没关系。有握力，好像握不住呢。就是说，你这个盘拳头只能半拳，不能完全的握成拳头。对，就是让你不会容易受伤。朋友们，别惹我啊！先挠后打拳。你硬气，硬气。对，他这个拳头没办法完全的，就是捏实。因为你没有戴拳套，是吧？想哭又想笑啊！他教我怎么那什么呢？把这个筋拉一拉，我这条腿走不了路了。下去，重心往后坐一点。哎呀，刚出汗了，就是脚趾一下踢到那上面了，然后整个那一根筋全都寸筋了。往坐吧，你上我坐吧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！坐完后，你脚面着我。对，然后你脚前后勾住，对，勾住压，勾踝压住，比刚刚好一点。对，我觉得这种东西稍稍这个就不妥当的话，容易什么？容易断送你的职业生涯。前后容易骨折脱臼，加上那个寸筋。你再这样转一下。啊，对，主要是筋，是的。转一下。只要骨头没问题，那是筋的问题。反方向的转一下。好多了，真好多。刚刚都出冷汗了。然后你再定，把它压住，定个5到3秒，3到5秒，3、2、1，然后再勾起来。对。
没事的，如果骨折的话，你是一步路都走不了的。没骨折，知道。我踢的脚趾尖一根筋都啃了。好了，好多，好了，哎呀，又能恢复职业生涯了。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练那个叫什么散打呀、搏击呀、拳击之类的。就我这小脾气。你不打，人家以为是专业的，一打不就行了。男生女教练啊。我可以练练，以后当女教练去，然后手下收一批学员，专收男学员。哎呀，我这样还挺舒服的。我教你些拉伸的方法。我觉得拉筋都挺舒服。你这样子。你这是哪条腿长？哪个腿不重要？头背的前面，对。然后屁股往下坐，这不是提臀吗？没有，这是拉伸的腿，对，重心往前放，撑过的。我这根筋呢，都靠个都，你说说，哎呀，我这根筋呢，我这个废腿呀，我在这缓缓，主要是这根筋还没太缓好。这一场动作就断送了职业生涯，这脚丫子这筋还没缓过来呢，哎，估计这几天不能爬山了，不能长途跋涉了，有可能不能做饭了，这是个重点。发现了哈，这个拳击也好，散打也好，就是真得掌握好规律。首先是先别让自己受伤，一旦受伤之后，一点点伤，你的攻击力就已经不强了。保护好自己是第一位，然后再攻击，然后再受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对。不开车，我要开车的话，什么踩油门了，左脚油门是吧？刹车踩不掉了。左脚油门。左脚油门刹车，我不记得了。自动挡的话，它、是自己用右脚，右脚油门和刹车，然后如果是右脚油门和刹车在右脚上啊？左脚不动，就右脚继续刹车。我都不记得了，是吧？右脚继续刹车。那我这右脚就废腿了，我就啥都干不了了。幸好我不开车，这个废腿啥也干不了。哎呀，疼！行了，啥也不能练了，得回去了，受伤了。瘸了，真瘸了，就是一站起来，这个脚掌的那根筋全搁那疼。你没受过这种伤啊？我经常。经常受这种伤？我脚背有时候会肿，会肿。哎呦！就是右脚不能经济独立了，还想经济独立，瘸了现在，累。行，我这属于韧带还是筋？你是吧？应该是筋，我是筋，不是韧带。脚掌那个骨头不痛，就是脚掌和脚趾，还有那个脚趾跟那个筋，一排全疼。就是所有的力量不敢集中在这儿，就是你让它不集中力量，一点力量不受力就行了。就一受力，不能我说嘛，不能经济独立了，经济独立全都在一个脚上，它就不行，一点都不行。现在它的感觉就是火。像一团火的，还有点肿。回去拿冷水冲一冲。没事。冷水冲一冲。就冷水冲我肿那个地方，冲五分钟。哎呀，一冲好疼啊！冲的应该能消肿吧？我现在这地方肿的像圆球似的，你们能看清吗？我不知道你们肉眼能不能看得到，就这地方一块，就这地方肿，这地方整个这一块肿得像圆球似的。
他们经常训练的人也以前也经常受伤，对这种处理什么伤口啊、什么筋的损伤啊、骨头损伤，还是挺有经验的。这脚啊都冲红了，我这脚彻底肿了，从脚背到脚趾，脚趾上鼓个大圆包，有点疼，这都红成这样了。大半夜给我送云南白药来了，敲门了。啊，你买的先买的呀？哎呀，先用红色的，有两款，先用红色的，用红色的，再穿白色的，谢谢，谢谢了啊。不然你不走不了门了吧？他给我买的云南白药。哎呀，这太细心了。哎，我这个大瘸子，他说啥来着？红的先擦还是白的先擦？说真的，这跟这人性格有关系。我就是一个不细心的人。就是让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想不到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自己一受伤就自己扛就扛过去了，所以我呢，就是对别人也不太关心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坚强那种人，所以我就想不到关心别人，也想不到这个别人这个要什么呵护啊什么的，这是我的缺点，就是本身自己太刚强。哎呀，这一盒云南白药。先喷红的，先喷黄的，看看说明书吧。没受过伤啊，也没用过这东西啊。啊，这一下子好冰凉啊！哎呀，凉了吧？先喷红的，一会儿再喷白的吧。嗯。